报奥迪 R8 新车型路试谍照，是 R8GT 吗？之前由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奥迪 R8 新车型的路试谍照，相比于现有的 R8 车型，新车的车尾部覆盖有伪装贴纸，同时尾部的散热口和排气口布局有明显改善。外媒猜测该车有可能是性能进一步升级的新一代 R8GT 车型。从谍照来看，测试车前脸跟侧身没有什么异常，主要变化出现在车尾部分，可以看到新车整个尾部都贴着伪装贴纸。经过仔细观察，我们发现新车尾灯下方的牌照周围黑色散热网设计与现有车型不同，其采用了贯穿式的矩形设计，开口面积比现有车型明显增大。此外，新车后保险杠下半部分的扩散器也采用了全新设计，造型微调的同时还搭配了更加激进的双边共两舒适椭圆形排气口，视觉上更加富有运动气息。不过固定后扰流板和 LED 尾灯则与现款的高配车型无异。